不在这里吗？之前不在了，我还不是在旁边吗？這個、是帮助你来见缝插针喽。其实，在会前，包括会后，我跟朱主席都保持密切的一个联系，我们都有共同的目标跟方向，我们都能够希望在政党合作，大家全心协力，让政党轮替能够完成。目前为止已经进入政党协商，那之前我们两方面，一个是10月31号，一个是10月5号，我们要做全民调，民主它制的开放初选都已经来不及了，所以一切进到政党协商。我们期待的是政党协商的过程当中越快越好，因为时间不等人，尤其我们双方的支持者，大家不但不耐烦，也非常焦虑，慢慢就有很多的情绪出来，所以我们希望大家尽快一场快一场的把事情很清楚的来做一个结果。我们会尽最大的努力，最友善的方式，大家好好的去协商。我们在总统这一局，以及政党轮替这一局，蓝白合作这一局，我们都不会缺席。市长，那今天协商那个你没有在场啊？那绿营就说你是被朱主席卖了，有可能发生这种事情。朱主席不在这里吗？朱主席不在了，我还不是在旁边吗？是帮助你来见缝插针喽，这不可能，我们就完全啊，事前事后都有保持非常密切的联系，我们是一致的。